饿得我连觉都睡不好，每天还要工作。谁打我？一仔、艾伦，我看见你们了。真怀疑这家伙的智商为零啊。很像松子啊，给老板看看去。别想跑！赖骨头，你别想偷懒，老板让你把松子鱼弄回来。哼。我都这样了还要工作啊？哼，你可以选择不去啊。再说你不想报仇吗？对，我要报仇。正好我也不想去，也可以跟老板解释了，有时候有个智商为零的队友也不全是坏事。嘿嘿嘿嘿嘿，会在天上飘的松子有一百种味道，真是太神奇了。荧光飞猪都出来了，已经这么晚了吗？百味松子云真的会来这里吗？当然会来，他们需要来这里喝水啊。我把车也能吃东西了。是穆老板他们，他们要独占百味松子。你们又来送吃的了吗？嘿，多么美好的同桌友情啊！过来过来，你们上次害我被老板骂的事，从此一笔勾销。我们是来找……啊什么？看着我，把身上的食物都交出来。飞起来了。什么飞？妈呀，我的松子！
今天就放过你们，要松子就用食物来换吧。老板，松子用我的抓回来了。经过一番苦战，还遇到了一仔他们，我终于不负使命，完成了任务。这些松子一样的东西难吃得要命。啊！你遇到一仔了？为什么没有一起抓回来？他应该很快就会追过来吧。最好是跟上来，如果小家伙想要就送给他们。老板英明，不过我们得布置一下。百味松子需要英雄的解救。那一看就是个陷阱。陷阱，不怕，好玩就行。知道是陷阱就不要试啊！兔丸子，当心！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。放兔丸子下来！我可以放他，但你们要乖乖为我工作，否则我就切断绳子，你们的宠物就不知道会飘到哪儿去了。爱生气，爱骨头，把我打下来！成功了，老板，我们抓住他们了。我不喜欢黏黏的米菜铁板，我拉不下来。一仔，赶紧变身，增加重量。一仔前来报道。担心，现在肯定在饿肚子吧？我们最近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。首先，每个精灵都能做出让我恢复味觉的美食。
他们的房子是一种生物，受到惊吓会逃走。啊！我的！啊！好好听我说话，你们这群吃货！弄得飞船里现在还有臭味。听好了，这种果实会发出像鞭炮一样的声音，所以我有了一个完美的大计划。我只是想拿回猪肉脯嘛。你要么把精灵的房子都吓跑，趁乱抓几个精灵回来，要么就当着我面把他们都吃了。快点动手吧！爱生气，你我什么？你成功了！我还没动手就成功了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出了什么事？出了什么事？这个不是我干的，是小心研究爆炸坚果派制造了连锁爆炸，成功的吓跑了自己的家。直接告诉我不要这么做，但我非要做。第一个找到鸟罗草屋的，奖励十个坚果派。我肯定是第一。哎呀，小心点儿，小心点儿！穆老板的计划成功了。跟草屋跑过的痕迹一模一样，这样就能吸引精灵们了。哎呀，糟了！要是一早也跟来怎么办？你去想办法把一仔支开。爱生气，你会后悔的。欢迎欢迎。
马上就能轮到你玩了，别急。那是我的相机。我的果汁，玩具不要乱丢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赖骨头，没想到你真的帮我们找到了鸟罗草屋，谢谢你。别忘了你们答应的美食，还有不许告诉爱生气和莫老板。啊，一地一地，怎么把它弄回去呢？兔子，别乱动。太好了，是叮咚坚果。你可以吸引鸟罗草屋回去了。等等，那个不是。糟了，不是叮咚坚果，是臭臭果。一仔，变身，别让他再跑了。回家吧。鸟罗草屋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太好了。你们不能走，你们还要帮我称霸美食界。老板，算了。我们得知了精灵们在飞船上的经历，如果穆老板真心邀请精灵们，就不会这么悲惨，或许还能和精灵们一起享受美食派对呢。